我的三十，我的二十，我的没有。啊！小黄人，你说好的让我们兑钱去买烟花的，你怎么不拿钱呀？我的钱在家里存着呢，下一次我给你们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那也行。对，这次我拿着，走，我们去买烟花去吧。行，我给你一起。走，走呀。哎，切，你呀，又套路我们的钱了。哇，买了这么多呀？对呀，来，我们分一下吧。好，来，我一个。哎，我再一个，好，我们这个分好了，这个只买了两个，然后你们两个，拿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只有一个，我拿着放，我们走完了，你快放去吧。哎，可是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，我们兑了那么多钱就分到一点点，你兑的钱都没有，分了好多，哼，看我以后怎么治你。来，放烟花喽！我给你点吧，来，你再学一下。你怎么不放你的呀？我等一会儿再放。啊，点一下。对，你们都点一下。哇，真好看。哇，真美丽。下次你们有钱的话给我帮你买，好不好？好。别说在这里放烟花呀，笑呢呀。哎呀，你们是小孩子，千万要记住找空旷的地方去放。这里是空旷。Ha ha ha ha!